大家好，我是喬寶寶，歡迎收睇《相約美亞》。首先咧，我要多謝主辦單位啦，多謝 Solomon， 多謝美寶，亦都多謝我經理人黑妹姐。咁嚟到美國啊，美國之旅真係開心啦。咁啊，第一站咧就喺紐約啦，咁第二站就三藩市，而最後一站就洛杉磯，跟住就翻自己地方蘇格蘭啦。咁嚟到紐約咧就非常之開心啦。咁啊，前後都嚟過幾次嘅。咁啊，今次好特別啦。咁亦都主辦單位啊，新龍鳳海鮮大酒樓亦都安排咗啲美食啊，好嘅 show 啊，同埋咧有啲員工咧就帶我哋周圍遊覽觀光下嘅。咁去到紐約嘅時候咧，就去到新龍鳳海鮮酒家咧就表演啦。咁亦都一位美國嘅歌手啊，即係喺入邊就係我老婆，就係小紅，咁啊唱得非常之好嘅。我哋大家相互認識，你兄啊孝順像天，大家都是紐約笑，共祝華人一生好景，幸福應笑，一切美好有我當，身體人壯健。首先要多謝全球華人啦，多謝美國嘅華人嘅支持啦，咁啊可以走咁多場 show 嘅。咁嚟到新龍鳳海鮮酒家做完咧，咁哇觀光犀利啦！咁一去到咧就我哋去咗曼哈頓呢個唐人街啦。咁大家如果知道咧就全美國最大嘅唐人街咧就係曼哈頓唐人街啦。咁啊，去到觀光啊、遊覽，亦都買咗好多好多嘢啦，幫我屋企人啊，幫我兩個仔啊、新抱啊、老婆仔又 shopping 啊，買一啲 souvenir 俾佢哋。跟住之後咧，我哋就行下，就有一個
military base 啦，亦都好大啦，對住呢個中國領事館啦。咁跟住行行下，我哋就去咗呢個華爾街。咁啊，華爾街大家如果有留意咧，就見到一個金銅、銀銅，唔係應該係銅嘅銅牛。咁啊，呢個銅牛咧就好得意嘅。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或者買開股票嘅朋友就知道，喺1987年即係美國股災嘅時候咧，就一個意大利嘅設計師咧就設計咗呢個呢個銅牛嘅，咁啊就送俾呢個華爾街，咁啊擺咗喺度，咁啊喺1989年咧就擺咗喺度，嗰陣時就係話俾人聽，即係其實股市咧就即係有上有落嘅，話明係stock market 噶嘛，所以佢嘅 hints 咧就係當股災或者股市嘅時候跌嘅時候咧，就最好就入貨啦嚇。咁啊，如果你日日去 stock market 去賭嘅時候咧，就呢啲係自己諗啦。咁睇下啲專家係點樣去理解呢個 stock market 啦。我自己本身就細賭嘅，就係象徵式玩下收下息。咁啊，去到嗰度，如果大家有留意咧，佢有牛嘅頭，有牛嘅尾喎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好頭好尾啦。咁有啲人排隊咧，就會去到個牛頭嗰度咧，就排隊影下相啊，掂下個牛角尖啊，即係呢個銅牛。咁有啲咧就去到個牛尾嘅。咁啊，牛尾咧就有個啷啷走出嚟。咁當你摸個啷啷之後咧，就即係聽啲人講咧，就係代代平安，為帶嚟好運嘅。咁啊，我嗰度都影咗好多相啦。咁我每次嚟嘅時候咧，都會同呢只銅牛咧就影相嘅。咁啊，我記得我上次嚟嘅時候咧，佢個 position 咧就唔同咗。今次嚟咧就擺開咗。咁啊，亦都有遊行啊、示威啊，令到嗰個銅牛咧就受損嘅。咁啊，而家剩翻到我見好多人排隊。咁啊，當年我都唔輸蝕啦，就走埋去嗰度咧，就排下隊影下相，紀念下我自己紐約之旅。去紐約嘅當然唔少得呢個自由神像啦，大家知道即係自由神像嘅右手邊揸住電筒，咁啊而佢啲腳咧就啲腳鏈咧就鎖住嘅，咁代表咧就已經係重獲自由啦。咁啊世界各地海路任何一啲 immigrant 咧都 welcome 咧嚟到美國嘅，咁亦都係一個女人啦，即係男女平等啦。即其實就係講 justice 咯，同埋平等咯，同埋咩人無分種族界限都可以移民過嚟美國嘅。咁啊，至於我哋去到隔離個 Battery Park 咧，
咁啊見到一個玩緊二胡嘅老友，咁啊即刻 jam 首歌啦。小王小王，我嚟呢度觀光遊覽啫，估唔到俾人老笠，真係慘啦。點算啫？唉，我就係輕便啫，你個袋都俾人笠埋，而家又冇錢嚇，又冇電話。我聽到啲音樂喎，我哋唯有街頭賣鼓好唔好？行咯。少噶啦，可以買到飛機票去到九龍。咁啊，一 jam 完歌，大家知道即係紐約馬爾頓區都好多華人嘅。咁啊，見到我同阿小紅就唱得咁好，跟住就打蛇餅排隊同我哋影相啦。咁都算有啲收穫。去到三藩市富源酒家表演咧，就我哋用一个印度嘅 theme 啦。俾掌声俾我三藩市老婆先。掌声好唔好啊？小红。O、okay、K。系啦。哇！你睇我哋啊。就系、是、一模一样，用面纱。红红。喂，啲掌声好孤寒喎、啊。嚟嚟嚟。Music。啊？甜甜甜，乜你叫做凤阿姐的歌系呀甜，可惜很甜。
龙凤宴，啊摆下龙牙龙牙宴，我哋两家字系龙凤波，配得好啱时。乜地礼教都全无念，有心点趁就快啲啦，唔愿听等到你卖完。任你龙场凤宴。我一概不要，只要凤阿姐着心片。我做到当今第二次只是龙，龙你就会飞上天啦。何必全心换片？你家阵啊，确系发紧癫。有朋居啊，当今到人在无学前。利是今日冇得回禮喎。大都會眼鏡，時尚色彩與視覺並進，關懷信心盡在大都會。大都會眼鏡係溫哥華列治文百家店1715號。伍德容愛你演唱會曾經演出主代雙嬌嘅《花無缺》，以白衣翩翩。玉树临风，面如冠玉，文雅俊秀，一炮而红的演员歌手伍德容，连同台湾实力派歌手徐海南，将于3月26日下午4時在 Snow Quarry Casino 演出。购票详情请浏览 snowcasino.com。考一个车牌又惊压力大？学车其实可以学得好愉快，系 IDA 国际驾驶学院又为你度身而造嘅课程，近十年担任华州交通部考察官嘅经验，我哋嘅导师会提供最新最完善嘅驾驶知识、安全准则同埋主要道路嘅交通情况。IDA 嘅课堂技术与理论兼备，因应每个学员嘅驾驶进度，一对一嘅教授有助你掌握考车要诀，同你分析考试技巧，学车考车都可以一剔过，培养正确嘅价值观，改善危险嘅坏习惯。自信、安全、知識，盡在 IDA。 咁如果大家知道咧，就印度咧都係重男輕女多嘅。咁啊，雖然而家咧就開始越嚟越進步啦，咁就男女平等。咁但係亦都好多喺印度仲係跟翻以前嗰個習俗。我記得我自己結婚嘅時候咧，即係1989年嗰陣時翻印度結婚，我係未足呢、這個19歲，咁已經就結婚啦。咁阿媽就幫我拉埋天窗。咁啊，阿媽就同我講，就放心阿仔，我俾3個 choice 你，我哋係好公平、公正同埋公愛嘅。佢第一張相就係嚟自加拿大嘅印度西施，咁佢話。呢、這個女人非常之有錢，千萬富婆。阿仔你牛跛腳都唔使憂，不過佢已經有咗小朋友。哦，我仲同阿媽講，阿媽得18歲，我仲有 power 可以嚇，好多好多。跟住阿媽就俾第二張相我睇，佢話呢張相係嚟自英國嘅印度西施。佢話呢個100萬富婆，跟住體重同我差唔多。我望下幅相，望下老媽子，我同阿媽講：阿媽，我帶佢出街嘅時候，我話俾人聽，呢個係我老婆定我老母啊！我恐怕洞房嘅時候佢會砸親我，因為我中意男下女上啊嘛。跟住第三個就係印度西施，我睇咗幅相非常之靚，跟住又苗條。咁大家知道，即係馬甩佬都係中意比較靚啊、葫蘆型噶啦，係咪先？你嗰啲都 OK 嘅 ，OK 啊，揀唔揀我？OK 嘅，中年發福嗰陣時咧 ，no problem 啦。OK， 你嚇，咁啊，跟住咧就我翻咗印度，
翻咗印度咧，就我第一次翻印度四歲，第二次翻去就結婚。牧師喺中間，我圍繞住個牧師行四個圈，跟住我揭開我老婆個庐山真面目，先至發覺原來印度攝影沙龍技術喺八十年代係咁得嘅。因為我哋都係興盲婚下嫁噶嘛，咁我就啊都係父母之命嘅啫。咁而家都好開心，雖然係盲婚下嫁，咁啊小弟已經啊眨下眼咧做咗爺爺啦。咁啊做完三藩市富源酒家呢個 Indian team 就去到洛杉磯，咁跟住就去。就去到洛杉磯呢個 Capital Seafood Restaurant 啦，開心啦，第一小去啦，同埋都好多謝咁多人捧場啦，支持我呢個美國之旅。嗰陣時扭得下，而家個肚腩咪大咗，俾老婆搞大咗個肚。在伴我的去路，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。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事流露。爱慕，我自目在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像是运命有情，特别为你指暗路。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多一份正方至大圆满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谈上情爱路。一做就做了十六年在三色台，到处去看，到处去看。
插機都非常之開心。咁 after party 啊，咁有好多朋友咧就請我食飯啦、啊、飲嘢啊。十八年、21年，再加個。就翻返去蘇格蘭咧，就又繼續我嘅爺爺抱孫嘅活動啦。所以話繼續支持喬寶寶，大人細路身體。